师王维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你了解这首诗的内容吗？让我们一起看看这首诗的意思吧。红豆生长在阳光明媚的南方，每当到了春天，就会开始长出新的枝芽。希望你可以多摘取一些，因为红豆最能代表彼此思念的感情。读完这首诗后，你觉得诗人想透过这首诗传达什么心情呢？诗人想透过这首诗传达思念朋友的情感。今天的唐诗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